万事大吉。 Hello， 大家好，我是本期万事大吉的主持人 Into One 周柯宇。终于拉开了，好帅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嗨，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刘宇。 嗨，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张董。 嗨，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高启辰。 嗨，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林墨。 嗨， 大家好，还想合作，还想团回来。想一想啊。 OK， 接下来是我们的大吉组。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立文，挺酷的。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博远。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张嘉言。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今天我们的比赛非常难，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心二用。哦，对，大家需要每个人依次分享一下自己这样的生活经历。我看着周柯宇的时候，我不能听到其他声音，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眼里只有你。你怎么脸红了呀，周柯宇？红了，真的。太红了。 好，我们第一个挑战是绘画接龙。准备，三、二、一，走。跟博远、刘宇，觉得自己哪里最好看？眼睛。我觉得也是眼睛。画的谁呀？喂喂喂，为什么把我画成这样啊？对，过去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北京方言。方言。北京方言。唱出一句 Into One OK，OK，OK，OK。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最喜欢的动物是狗。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刘宇。狗。哦，也是狗。最自己的口头禅是什么？自己的口头禅。自己的口头禅。嘿嘿嘿嘿。我的口头禅是一定要相信我。现在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是想吃个烧烤。我想不到画吧。下一个人换我。下一个人换。最喜欢吃什么？最喜欢吃什么？最喜欢吃什么？我以为还有博远。好，接下来由我们来依次点评一下这个画像。我来找找哪里是我自己。哎，我看到了个什么？大家仔细观看啊，这个上面有一个点睛之笔在哪里？这个 C。这个必须得是。 10分，对，非常好。然后这边有我吗？眼角有个痣的那个就是你。不会把头顶做这么高啊？你今天就是啊。没有那么高吧？对比一下。哇，这眼睛是这样，我的眼睛是这样。就是。但是啊，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神的，因为他点出我的泪痣在这里。来，伟哥。哎，你这个人。哎呦，刘宇，你这个人。 现在赞多来点评一下自己。哇，赞！哇，你好厉害呀！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这是两个先生的先，嗯，就说明他非常的绅士。这个又是宝贝的贝，就是你是宝贝。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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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和我的裤子。家里不是这样的，不对不对不对，还有个什么什么东西，这个烧了烧小的，然后你的鞋没有黑色那个后面，对不对？立
丸，立丸。我的鼻子不是这样。对，你觉得？记得。我记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吗？多少？厉害了！太完美。立丸是一个字。这个最好最帅的，最帅的脸。这个太残忍了吧！你擦那个眼睛哦。觉得米卡画的多好啊！我觉得 Giant 的画真的厉害，所以真的容易。确实。哎，干嘛？青春吗？不可以改变了。小爱，谢谢。哦，为什么？有喽。欢迎小九，小九，高星辰。小九在哪儿啊？在这儿。左下角。哦，好像。看清楚，看清楚。还有你呢。小九的九，对，有九。小九，你去看那边，这边更像。这个吗？这个有太多头发。哎呀，留分留分，像你头发。这个是什么？这是花，不是，是你身上这个。我的鼻子这么小吗？对，你的脸很小。我说鼻子。你的鼻子也很好看。你好好说话。哎呀，你看。但是你给我送话题。对呀。恭喜我们小组出了一分的高分，干这样啊！给你，你加一个零吧，零分，可以哦。林墨，百分吗？满分，是我们林墨的专属 logo。我的在哪儿啊？我在哪儿啊？请问一下，谁画的？谁画的？但我觉得很像，很像的，像的，哎，还有一点点像，再像都是零分了。恭喜我们博远老师，远哥，这边哪个是我？他把我的法令纹画出来，很写实，那给个七分吧。哇！再送给他们七，这边远哥就是我们永远的神。原来要公正，我们组把我漏画了，没有啊，真的？对，没有我，怎么办啊？自己写一个吧，哦，加个十分。OK， 我们的张嘉元，我的天哪，自己 Q， 太找他传神了，耳朵、鼻子、嘴都特别的像，像吗？特别像，好帅啊！十分，哇，你怎么好意思说像的？在哪里？吉他，你的最虚。吉他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它是这样，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你的吉他是非常厉害，所以看起来这样的。这是什么？它是这样的，是吧？对，硬扯啊！这个真的，这个有效没？阿姨，你还不错。下一位是我们的 Patrick， 他在哪儿啊？我们画的。这个是哪个？你们看这个，哦，这个就是我们博远老师在画，我觉得非常像，我的头分很像。你看，因为眼睛没我大。你的眼睛太帅了。这是因为他老师上次他说你鼻子没有我挺，他没有给你画大。没有。这个是你家。不是，他知道，难怪我穿我眼镜的时候，我的眼睛又很小，对，所以他认识我，所以他这样画，对吧？是吧？对，十 plus， 真的。我们然后这边画得多好啊！没有画我吗？如果这样是你骄傲就可以，没关系。这个，他没有我瞳孔。但是我跟你说，这个非常传神，它有兔子，你知道吗？来，没关系。兔子，这样吧，哦，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哎，谁？好吧，0.001分。你好大方啊！那现在知道我打分了。OK， 是哪个发型最像你？哪一个吗？你看哪个发型？对啊，他戴了个草帽。你刚刚为什么跟戴了个草帽？这是谁画？
好香啊！这谁画的？张宇，公平公正。哦，我今天没有戴墨镜。他没有戴眼镜。他今天有，在练习的时候我看了。我今天练习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他是这个草帽。那他是最帅的。这谁画的？这谁画的？太太画的。太太画的。为什么我只有一个鼻孔？对啊，因为你是一个可爱的漫画。对，因为他一脸怎么呼吸？怎么呼吸？这个我觉得可以给一个六分。六分，给我六分。这边啊，你们帅字，见到这个字就看到这个人。哦，哎，厉害！你怎么肤浅的人吗？你这么肤浅的人吗？上面还有个爱心，哎，这是我们对你的爱。说句实话，没有人来劝劝我，我已经要给十分了。哎，这个画就飞了。既有写实又有写意。对对，这个画很像，除了脸这边有点着急，所以给是扣一分，好吧？哇！可以，我说实话，我真的不想给他。谢谢。实话实说，我觉得很像。其实他很完美的感觉。对，这算什么最完美？跟眼睛说瞎话，我看你憋。好像吧？好，这边哪个是我？你俩不对比一下啊？哎，哥，你有画谁吗？像你一直在周围的一个说，这谁画了我？啊，谁画的？哦，米卡，好吧，这个我觉得，头发至少比那个多啊。其实两个都很传神，哪里最传神的？这个嘴唇挺传神的。但我的鞋太丑了。AK 都是用墨水掩不开的白，他一来闭嘴。先打分吧，但是 AK 来 ，AK 一分，我给这个，我也不给太过分了啊，我觉得他这个大嘴巴话还挺传神的，我给五分。哇，啊，谢谢，可以。好，可以啊。接下来我来公布分数。这一轮呢，我们的万事组怎么办？怎么办？好紧张啊！67.001。哇，那我想听他们。好少。那他们？我觉得我们是更多，对吧？两组分差还挺大的。我们大吉组是57.1。所以这一轮恭喜万事组获得胜利。耶！来吧，决定一下出战顺序。就最慢的人，就是我们。待会我们算完马上告诉你，然后你就可以先得几分。嗯，可以可以。喂，这乖，听我们战术啊。裁判管一管 ，MC 管一管。这是适当的综艺效果，可以的，允许。啥意思？我第一次听到主持人自己说，这是适当的综艺效果。我们万事组先来，每个人30秒。给我点力量吧，把手放在我的背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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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这是纽约大学数学系。哦，对哦，没有套
好，接下来是大吉组呗，大吉组谁先上？我先上。给你们提示一下，刚才他们玩的时候，你们观察到一些什么技巧？人多力量大，人多力量大，上午上午上午。干扰，我们要干扰他们。走。We are into one. We are into one. 带回来一个很令人惊讶的结果，平手吧，不会。哇、wow、哦！万事组在这一轮的，我们怎么办？不是你，他不是抱着我，他不是抱着手。万事组在这一轮的算术接龙挑战中获得的总分是17。哇！17就是答对了17道题。对，17道题。聪明。然后我们这一组呢，这次的相差其实很小，但是还是很抱歉的要告诉你们，你们在这一轮的总分是19。我就知道，他就知道给他们赢了。虽然周桂宇的这种主持方法很老实，但是我喜欢。哎，值得一提是博远老师这一局真的很认真在唱歌。那个，谢谢。好，这组我们什么大吉组先 ，Go。阿姐秒了呢！唠完了，你这慢了。OK， 你在跳舞吗 ？OK，Go。米卡，博远43。哦，43，什么是43？怎么了？小九，小九。哦，那么明显，你说吧。下一个是就是他。今天卖了吹风机吗？
就是一听买了吹风机吗？买了。多少钱啊？来吧，多少钱？OK， 我够勇敢。博远，你的蓝色的头发非常好看。谢谢，我也觉得今天的天气非常完美。我好想吃汉堡。然后呢，今天好伤心，因为周慧给我六分。我其实觉得我的照片非常好看。哎，然后呢？哎，到了吗？怎么跳呢？妈呀！然后呢？今天。不太明显吧？不用唱。哦，提前演到大概23:25。好。No。OK OK， 停，好，来，我们。万事组，一二三四五六，周围的线条，在唱吗？不可以，眼中闪希望，团结起的力量，看大雨倾盆的下。不是古诗，狂风中，还是你在淡定的唱着歌？是谁在领队？哇哦！怎样的风雨？多少了？白色，我觉得今天的天气挺好的。需要这样30秒吗？规则没说吧？我觉得这个运动挺适合每个人哦。知道吗？大家一起做，一起。不用吗？那观众，我们一起做吧，好吗？你不可以运动，你需要跳舞。No， 这个不是，这个是我们舞蹈。好的。一起，我们一起。好，好，做得很好，做得很好。来，来一遍，再来一遍。啊，烧了吗？还没，那继续。对，今天跳舞感觉很漂亮。哎，别笑好，这是我的舞蹈动作，它只是比较慢而已，比较偏现代。我们林墨现代的一点的动作，再来一遍现代的动作。当然了，很多人会觉得有点丑，但是没有办法，这只是我的动作而已。林墨，你做这个舞种不？林墨，这个这是我的舞蹈动作。本来当时是要用在那个总决赛的那个solo舞台上，但是没有用上，没有关系。接下来展示这玩法也可以，对啊，都是舞蹈动作，舞蹈动作，是我的舞蹈。哇哇，这是哪支舞 ？AK， 你在这是哪一支舞？他编了，他自己编。是 Superman， 那是不是 Superman？ 对，可是为了风暴也为了头脑。今天天气真好啊，真的很好啊，真的很好啊，真的吗？你们感觉到了吗？我今天很开心啊，要面带微笑，面对风暴，面带微笑。啊！停住！停住！停！哎，停啊！停了吗？怎么说呢？好好好 ，OK， 我把成绩领回来了。好，记得我们总分要达到2.5分是最好的，对吧？所以谁最接近2.5谁赢？谁呀？是谁？这一把咱们谁最接近2.5呢？那我们先公布他们，他们是吧？对，我们先公布万事组。没有啊，一直都是我们这一组。那公布他们的，他们的，一直都他们是2:52。哦，52，那就差了12秒，超过了。那万事组的最终成绩是
还有希望。啊！等一下，等一下，团了，团了，团了！等等等，他们是多少呢？万事组最终成绩是3分05。蛮喜的，还有机会，没有。我们所有人在等着赞多的口令，是吧？赞多一个人在。再见，再见，再见。我非常厉害，吓死了！我在日本的时候 freestyle 30秒、35秒、1分钟，我得记住，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最终获得胜利的是大吉组。谢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没关系，我们荣幸，我们。哇哇，今天给你们带来了非常棒的奖品，家人去领奖吧，家人。好，来颁给你。哎，你们这啥意思？一条龙。这个是响龙哎。对。来，你要翻跟头吗？哇哦，不许高招了，好像真的有点羡慕。都试一下，他怎么玩？和风一起，可以。旋转跳跃，大臂大大大。哦，接追风吧，全场3折啊！来来来，都看过来，哎，全场3折。小时候我以为这个洞穿过去我就可以穿越。哇，这是我们的，谢谢。